首先感谢咱会儿这个苏木镇政府的好政策，咱会儿这个全民中选，咱会儿在这块在选组可能有一个上台演讲的机会。咱这个村委会这块儿，我是想有些事把老百姓的事说说，给老百姓办办实事。第我主要说四个东西啊，耽误大点时间。第一是房产地契怎么定？地契怎么什么地契怎么定？地契的屋包括你们工商业业房、大的房产证，都是咱老百姓，不是某一个人的，也不是某一个人说算的。我不会把你提起多少次，爱弄谁弄谁。我不会。这不是压住的。我不会把那个地契的时空只能把我包着，咱们省着点。地契的老师，你是你揉不着了啊？咱就在公证人吧，开会。那可赶紧全回来公证人。快点，谁的？挣了钱开矿。